再来一个卡特，打者遭到三振。嗯，砍球数的对决球要来了，回棒落空，偏低的卡特球三振掉了林哲。嗯。回棒落空，打者遭到三振。杨涵接球跟滑球制造了不少的挥空。现在他取得球速的领先，看会不会故技重施，两好一坏。果然，回棒落空，打者遭到了三振。嗯，卡特也是投在外角低的位置，吸引到回棒落空。应该是90%了。投到内侧，但也 OK。让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。杨涵杰上来之后的第5K， 让美和科大留下残。